啊，阿秋的，加暗了不喜欢。阿秋的腐烂物也可以吸引啊！这个东西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讲吧。来哦，你就看一下，这包包里面的是腐烂物啊，它压根就没有在追蜂蜜了。来来来，给你了，给你了，别生气嘛。我身上没东西啦。地图上没有可以养阿秋的海岸线怎么办？不会没有啊，只要够长的就会有了，或者像是我这边有一个角的这种啊，够长的，它就卡得到了，其一实定你找刀得到。锋打完之后就不太在意，保鲜做完包起来就好。你要用那个放蛋糕也可以啦，那蛋糕不会烂掉啦。好，去吧。希望阿秋不要乱跑哦，我有点担心哦。要跟猪王刷金子，一定要用大肉吗？还是可以用怪物肉？料理可刷吗？要跟猪王星刷金子可以用大肉吗？用电线啦，刷衣机拿电线。已经拿到的电线就是很好的刷金块的东西了。OK，这个蜂蜜不能捡到，不然绿这宝石其实多吃几次五指就好了，为什么睡着了？你不要看着我啊！啊，死人快要死掉啦！对不起吼，我都忘记我不能拿雷根躺吼。罢工啦！小叶好真心的惨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再跑了。等一下，别生气准嘛，别备生气。回档 XD。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嘛，哎呀！要在晚上玩这种绕圈圈。还好我有事先把这边东西烧掉哦。来来来，你先出来，你先出来。好痛哦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。6666，一番苦战 X，谁跟你好了 WW？不是蜂蜜大肉吗？哎呀，我的传送站坏掉了。大姐做会快点吗？不知道哎，大姐会不会快一点啊？可是也不需要啊，其他角色这样子用一用包就好起来，他看不见，不会。了。啊，我身上的蜂蜜大肉包起来，他看不见，不会。
找叶安安。安安安安。打算刷多少月食？兔子会闻到包包里面的肉丸吗？打算刷多少哦？应该，捡到蜂蜜就 GG， 多刷一点啦、啊！多刷一点啦、啊，刷到冬天前你回去吧。阿秋就是那么单纯，为了食物的存在。哎，为什么你们要杀他？不要杀阿秋。自动主是拿起主的东西 ，shift 加左键。超时工作黑心厂商小叶。怎么啦？他其实没有工作啊，他只是努力的往他的蜂蜜前进啊。这些方法到底是谁发明的？笑得满地打滚。月亮祭坛有办法移动吗？我见过有人的家中有一个好漂亮大鱼小鱼。不用移动月亮祭坛啊，把你的家移动到这边就好了。是不是想错了？为什么要移动它？你过来不就好了？他只是看着食物而已。丢的，脚踹到虞姬很痛耶。不过我不建议在这边，我应该说你在这边盖家，你会盖得很辛苦了，因为这边加载范围的都是树木，玩到后面。每一棵树都会吃你的笑容，啊，这些树还会生长，还会变大，还会变成石头，所以你要盖家的话，交通不一定方便啊。对，交通也不一定方便。那盖家也就要那个咯，这边就是地皮全换咯，就很麻烦。好，我觉得差不多先这样子咯。希望你不要生气啊！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！你去吃那个嘛，你去吃那个嘛！啊！树一定会变石头吗？哈哈哈！好真心的呐，这个叫声 XDDD 斜眼笑，一犯再犯，忍无可忍。又一次 www 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，你去吃那个蜂蜜了，给你吃啊。暴怒阿秋，有人肉啊！哎，你吃饱现在这边，哎，你干嘛了？乱拿东西的后果。啊，不拿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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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拿了，等等再回来呢。哎，雷甘糖其实我觉得蛮 bug 啦，因为他把雷甘糖放下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判定到你身上没食物，他就一直以为你身上有食物。看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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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。机器人说这是美食。哎呀，还是被转到。阿秋还没回家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正要去接他回来了。等我一下嘛，等我先发个光嘛。会让机器人吃齿轮吗？会啊，有需要的话一定会啊。机器人吃齿轮吗？反正齿轮刷遗迹又有一堆啊。结果阿秋不见。不会啦，不会不见的。阿秋是一只贪吃的生物，他一定会留着。为什么要戴着头盔？戴着头盔影怪就不会打我了，这是头盔的效果。然后。
雷劈下来，我会一要求直速降雷。每一次劈到雷，我都会降理智。然后耐久度降是因为我刚刚被转到一下。哎，算了，来了克齿轮了，先刷掉这个影怪。满了。Elbow pop, elbow pop，好多影怪，恶心。哇，看到这个画面，我又想起来以前有人问，为什么你的机枪会发光，跑得那么快，是什么模组？所以是什么模组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是我讨厌模组，不是没原因的，是真的有太多这种事情发生了。期待羊角农场波浪号，波浪号，钢铁人模组。你家的那个路灯是什么模组？原版模组。所以就想，真的模组害很多新手，他们第一个思考就是这是什么模组，我不愿意去接受它就是原来的东西，可能也不知道啦，不是说不愿意接受。为什么你的机器人会发光，跑得那么快？是什么模组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模组。请问那个 NPC 是什么模组？够了，够了。乌贼可以干嘛？乌贼可以干嘛？它就是一颗会移动的海象荧光果，它就是为了海上出海的时候可以回补荧光果的生物。就像遗迹里面会有那个叫什么、啊，套在你头上的那只生物，也是一个捕荧光果的生物。然后乌贼还有那个弗兰怪物肉吧，那就应该是睡着了，去确认一下。事实者，你就会把它想象成是一种资源的变种啊。啊，这可以的了，他会追过去了，不用管他了。OK， 等等，把他养起来吧。我还要再打，还是要再打他们一次。OK， 等一下再过去吧。小叶会不会想弄草蜥蜴农场？不会哦，草蜥蜴生物太多了，会很吃电脑效能。然后你还是要一格一格剪草，你草要一格一格剪，没有比食人花方便。食人花帮你剪是一组一组剪，有差。现在就觉得跑速太快不是很好，好难推哦。啊！开游戏很慢，其实应该跟记忆体比较有关系。那我有猪人、兔人加草蜥蜴农场，这样我好像理解了什么。怎么这边会有一群企鹅啊？拜托不要！哇，这样子我要再改呢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冰群呢、啊。好，那就没影响了。我是不是不该生这一颗矮心啊？那我要怎么种树啊？好吧，先种个一边吧，没办法了。
关进去之后就不要打他们哦，打他们他们会撞墙哦，会拆墙啊，他们会紧张，想逃离，然后就会拆这里的墙，所以就慢慢把他们推进去就好了。好，好，我再过来了。走开，走开。我眼诺总共有两群呐、啊，一年会生一群，然后在那个春天的时候会自动消失，所以我们把它关起来，这一群就不会再刷新的了，就会固定了这一群。他们就每年会长一次角，每年会有六个角这样子啊。这那个已是经在哪里造一的？二三四五六。六个，这很够用。门在哪里造？建筑里面有门呐、啊。建筑里面有一个盖门的、啊，这里。那反正这一群关的话，每年会帮我产生六个钥匙，这已经够我用了。因为之后冬季盛宴开下去的话，砍克劳斯啦，克劳斯会有一年有四只这样子。哎，对耶，克劳斯包包有找到吗？我们跑完克劳斯包包关台吧，要去吃饭了。跑点首选真的是机器人，有小额的情况下，没有其他比他更好的了，真的是一个跑哦，不要打雷，是一只跑腿的角色。